放开我！啊，哎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住手！小朋友，飞机要起飞了，麻烦你把手机关掉。嗯。你到机场了？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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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哎，空乘小姐，哎，空乘小姐，能不能让飞机稍微等一下，等一下我儿子？因为现在机场已经马上就要关门了。拜托了，他现在已经到机场了，马上就到，可不可以再等他一下？ 那这样吧，我去跟机长说明一下。哎，您先坐着。好好好，谢谢啊。这个外套我还是帮你挂起来好了。好的好的，哎，袁机长，什么事？有一位乘客刚办完值机手续，现在正在赶过来，不知道可否稍等一下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我认为其他乘客的权利也应该被尊重，不能因为一个人影响所有人吧。吴迪啊，咱们就等15分钟。 15分钟不来，咱们就关门，啊，就这样。夏太太，机长说可以再多等15分钟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！不客气。哎呀，请问人到了没啊？ 快到了，估计在5分钟吧。啊，5分钟，好好。怎么样？快到了吗？啊，说快到了，5分钟就到了。机长命令现在关舱门。啊。啊，要不这样，我下飞机，我们坐下一航班好了。他要回家，我们一定要一起飞。这个，来了来了，儿子。 你终于到了！你来我怎么可能不来呢？是你。哎，两位先上飞机吧，快起飞了，要起飞了。对对，谢谢你啊！不谢不谢不谢。来，还在哪儿坐的吗？在这儿，儿子。哦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晚点的时间应该能追回来了。肯定可以啊。 两位机长好，请问今天的饮料还跟平常一样吗？对，我一样，谢谢。好的。我也是。好的。肖副驾呢？给我来杯水就行了。你的球鞋都洗干净了再还给你啊？不用了，扔掉吧。宇航，有情况？ 没有啊，仪表一切正常。哎，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没有。确定没有东西烧焦吗？你的饭还没有热呢。希望是我的错觉。这样吧。 你往万一你去后舱的备餐区看看有没有东西烧焦，如果有的话，立刻告诉我。好。任机长，我在头等舱闻到有烧焦的味道。什么？你确定？要不要我现在去排查一下？先不用，以免引起恐慌。项目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没有别人闻到这个味道？没有。 那是不是你搞错了？别大惊小怪的。但也有可能是真的。还没确定的事儿，别自己下结论。看，确实有烟雾。是。小莫，赶快去排查一下。我会让乘务长协助你，不要引起恐慌。 怎么样？没有找到火源。这样吧，你再出去一次，让乘务长把所有厨房的断路器给关了，顺便再仔细排查一遍，确保安全。OK。
位乘客，请问有没有哪位是医生或者护士？机上有一位乘客身体不适，需要您的帮助，谢谢。Dear passengers, is someone a doctor or the nurse? 去南阳系统吧。我去南阳系统。各位，乘客怎么样？他的呼吸困难。什么情况啊？没有情况。什么叫没有情况？你们来回走啊，但我看不见的。我妈有心脏病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事，麻烦你让。任机长，什么事？头等舱的夏太太突发心脏病，情况不太乐观，需要急救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在备降机场的前方有一大片雷雨云，完全绕过去的话要多花2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从黄色区域冲过去。任营长，我觉得这样太危险了，要不我们稍微等一下。对于火琴和夏太太的生命来讲，时间更宝贵。我们从黄色区域穿过去，我们可以得到救命的20分钟，就这么定了。任营长，要不您稍微再考虑。说过了，就这么定了。袁小姐，坐下来吧。各位乘客，飞机正在接驳，请你立刻做好系好安全带。快去坐。各位乘客，乘客干嘛？坐下。妈，哎，都这儿坐下。我妈在那儿呢，妈，妈，放开我，妈，哎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松手，松开，松手，妈，松开，啊，妈，任营长，不能再飞了，前面是红区，这样太危险了。任营长，申请航向要两栋。Go Papa 521, request heading 120. Go Papa 521, heading 120, approve. 妈，妈。行了吧，妈，妈坚持下，马上落地了，妈，妈，妈，儿子，别担心我，妈。是了，为什么要改变航向？爸，我记住你了，如果我妈三长两短，我会第一时间找到你。